行政院院会有听过这个简报，你听过这个简报，你支持他吗？院长支持的。你知道他花多少钱吗？我不记得。院长，你知道我们现在负债多少吗？委员如果是认为这一个，我们负债一个人103万嘛，大家都知道了，17兆。事实上，这个东西要花9000万。委员，我都知道，你不知道，他还跟你报告呢，你还不知道。来，院长，普及国人的交通意外，你知道他做什么？是有院长，你说这个可以妨碍我们的交通意外，我们有呢，我们有给他钱呢，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有每年分3年一期的，有11期的，你给的哈一样。道路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改进方案，我们给了钱，也省了预算给他了。我们不是没有注重交通安全，可是这个我们没有省到哦，这个东西我们没有省到，我们没有给预算。他竟然要编9000万。鲍委员，我们是应该是在原来道安汇报里面每年固定的预算里面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来，你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吗，院长？你知道这个计划要做什么吗？基本上要办集体结婚。这只是其中要办，有我你说的我都说来，要办集体结婚，要送徽章贴纸，还要做猫头鹰的 logo 首饰、主题曲、创意短片，那不是主轴，还要办什么十大部分把它好的习惯啊，这当然不是道安扎根行动主要的内涵。他要办的就是这些而已，全部只有这些。没有，我们全部这样九千万。我们没有，我们跟这个各地方政府还有各有有有，对不起，有。还有企业，你还办了县市评比，第一名300万，第二名150万，第三名70万，这总共加起来也不过1000万，你花9000万。这里面应该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预算，基本上呢是一个全面性的院长这个道路安全。立法院没有审到这一笔呢，我们反对呢。我们觉得这是浪费民脂民膏，胡搞瞎搞。您的意见呢，我们尊重，但是我相信行政部门在推动的一些行动方案，只要是能够符合我们国人的需求的，我们都应该要尽量去做。院长，民脂民膏9000万做这些工作，我真的不相信道路交通因为这样会比较安全，所以你要不要制止他？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很生气的是，他没有经过立法院的预算。这种行动方案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委员也知道。这个是属于行政权的部分。原来不用经过立法院的监督的，你们就是这样花。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在我们道安的相关经费下面。就像今年，你还是这九千万非花不可就是了啦。委员一定在，我真的很遗憾哈，你们该花的不花哈，不该花的做这些事情，花人民9000万，我们再来看看可以提高多少道路交通安全。好，下一个议题哈，我没有时间跟你糊弄了，我让大家知道，办这些活动再加上地方的补助9000万，我们再来验收你这9000万的成果。我们没有准许你这9000万，我先再一次的声明，立法院没有审到这9000万，你们行政部门自己负责。